来了。来了。同志，啊！好，少爷，胜出的是少爷郭麒麟，恭喜您获得了10分钟的时间牌。现在需要用吗？给我爸。麒麟给二位老师增加了10分钟。嘿，救命啊！哎，喊得越发的有劲头了。字字句句日夜铭记，这是十大班规吧？看着吗？2、4、6、8、10，7不准，8不准，9不准。怎么快触动机关了？有机关吗？各位站好了。好、啊，来了！我宣布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，我们听听。一人选择一个房间，这个游戏就是找出十大班规剩下的那四个字儿。去别的房间串门，你可以拿着一个灯笼到别的房间去交换。如果房间主人不在的话，您可以任意换；如果在的话，则要把你的灯笼当做见面礼送给这个房间的主人。就是他不在家，你得搁这儿了。他不在家，你就可以换，拿你的换他的；他要在家，你就只能给他，什么也拿不走就。对对对，行，明白了。我们先选房间，当下我这个了，把那电褥给我点着了。嗯，咱回头见。回见吧。这算一屋吧？四下看看吗？剪，这剪是什么呀？尺，这我都什么呀？打瓦墩，这个应该是禁止那个什么吃香瓦控。Cool. 这么多、啊，组有一个抛活阴人，现在这个屋子有两个，一个，先把这两个放起来，我得把这先藏起来，漂亮。不准再搬私搬这个字儿，不准带酒上台，不准欺师灭祖。带酒上台，带酒，哎，这有个上。上吧，带酒上台。集四位，但是现在这屋真没地方藏啊。不上台，我都藏起来。嘿，不错，我先分类，我先排一下啊。哎，这个吃控瓦相，这是一条。带酒上台，这肯定是。再搬私搬吧，就这几个了哈。各位，我的锣声就要敲起了。你看看他们拿什么来？我不出去，我觉得这屋很好，我就跟家待着了。哎，都没人出门啊！我必须进宫啊！我看啊，人吧，我把这人带走好不好？我觉得这没什么用，那我就去。烧饼的房间，我去烧饼的房间，好吧，我带着人去，好吧。
上棋没事，干什么呀？你出来了？出来了，对啊。喂，哥在家呢？在家呢。得了，哥吧，我也好长时间没见着你了啊，感觉就我一人出来了。大林出门了，所以现在我能拿他一个。哎，他怎么去你屋了？哎，这人拿的什么呀？在拜拜。怎么？哎，您那我这怎么算呢？对呀、啊，我家怎么突然来人了？上九溪出门了，我得来一个再班私班。我去上九溪屋了啊。这是不是就给我了呀？是的，真的。如果你是你自己的房间，这个灯笼就留给你了。好的，我给人送一灯笼去。我浪的吗？不是。别浪。我太浪了。这么快吗？神助攻，我的游戏结束了。有一条规矩是再班私班。大林，哎，你凑什么呢？我凑热闹，我凑什么？你老问我干什么呀？我们聊聊天怎么了？我们我要是换的话，一会儿你得受累上别人家串个门，要不然我就等于上你们那儿填炫去了，你明白吗？哦，我懂了，我刚才刚填一个，我也填了一个，谁想到你们仨都宅男呢？是不是？那就这样了啊。回合结束，有没有出来挂灯笼的？我要去挂灯笼了，上小局。啊？第三条班规，再班私班。谁在班私班了？你在班私班了？你别摔呀！你好不容易拿出来给我摔了，我给他打了个助攻，对，神助攻。那接着来吧，铜锣敲响。我串门去，炳哥说串门去，我也串门，正好我直接上汤屋，这我可以了吧？大林，我串门去了啊！哎，哎，兄弟，咱哥俩怎么样？哎呦，哥给带着来的，对不对？太好了啊、你不能挑哥，你就是送，单纯的送啊！我得不在家里，不是愣送啊？对，太好了，可把上我哥哥了啊！那正常，怎么叫正常？带哦，嘿哈。你这好脑子不如烂笔头，哎，空哎，这就别看，这都在我这儿，我就凑这一条，好吧？这你，那你像没有啊？是呢，虽然咱不吃空，可是咱把像啊，是不是？哟，坏了，我忘我攒那是什么了，想想啊，我这没有想要的呀，我把欺师灭祖给他拿。哟。不是哥，我是那什么，我实在没找着我想要的，我就随便拿了一个。兄弟，你拿你不是你拿完之后，你哥我啥也四六不靠啊！你刚把八条打了，你说来七条，受两位是？不是，我现在我这里边我一个七什么尺，我这哎呀！我要去孟鹤堂那屋串门，我给带一大宝瓶回来。哎，郭麒麟有点玩笑了，你这叫什么玩意儿？你这叫我看看。哎，我一猜他就在家。哟，这你只能换这个了，我是吧？对，得嘞啊，还好借好还，是再借不难，再借不难呢。我看看，我这儿不少这像。来，你那儿有那个带吗？我有这带，我正好缺这像。你呢，就拿这相上我那屋去，跟我那带一换就回来了。哎，这儿呢，台换呀，这没有台呀，他这屋没有台呀，是吧？能拿几个呀？一个哦，只能拿一个。大林，你家现在跟超市似的，随便
打，这刚才进去四五个人了都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都没看着。那我默许的，默许的。好家伙，我这屋是做灯笼的，我这屋，我跟这儿编的这屋。啊，我不行，我有没有的不行，我心脏病要犯了，我心脏病要犯了，我谁给我挖走了我。有没有出来挂灯笼的？我本来是能挂的，谁给我拿走了？我都说你家改超市了，上九溪是吧？我没拿，我提醒你，刚才饼哥上的您屋，烧饼，烧饼。我必须得藏起来，要不然一会儿他都给我拿走了。我来了，您把我怎么着吧？我不、哎、我不对呀、啊，来吧，我出来，屋里都有人。哎，对，我得出这屋。哎，哎哎，快去快去！他给我藏哪儿了？你要什么？大哥，你要什么？厂要吗？厂我不要，不是。他这都没用了都。是啊，反正上面那屋什么都没有，上面那屋太穷了，都哭了，他那屋都快。带酒上台，我现在缺个台。是上你新那屋没有台呀、啊？没看着台呀、啊，没有台呀、啊，他这屋没有台呀、啊。不是，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放这儿吧，哥。孟哥又让我堵屋里了，人家主人回来了，还在这偷呢。你太笨了，我不是偷，我是换。我回来了，你慢点回来行不行，九七？哎呦，你等我一会儿，你东西都藏哪儿了？这给你行吗？我跟你商量商量，哥。孟鹤堂，哎，破坏规矩。孟鹤堂都住我家了都，破坏规矩是他的。你怎么还拿里？哎，不是，这是我的。这是你的，然后你破坏规矩都是我的了，不管是谁的，一个也带不走了。不是我没破坏规矩，不是摄像机可以倒一倒，你倒吧，真的。把灯笼放这，跟我走。我给你一个吗，哥？跟我走。你用这个吗？这色儿好。那你打吧。我都不忍心打你。没事，你打吧。那怕什么的？怎么办呢？啊，好疼！哎，那个灯笼是怎么回事？灯笼是怎么回事？有没有出来挂灯笼的？哎，有有有！等个等个一个等等个一个等个。恭喜带酒上台！哎，不准带酒上台！带酒上台！第一轮游戏结束了。孟哥，那个是我送你那个助攻了吧？啊，对，助攻。恭喜二位拼出了这个班规，下面是奖励和时间块。谢谢。时间块可以当场使用。啊，你给琳琳呗，琳琳挺好的。别，我不要啊，我不要。你给他，他就先走了吗？不是，你们先自己用吧。这样，你们用完之后看有毒没毒，没毒下一个再给我们。千万不要妄动时间，否则会被时间反噬。想办法救我们出去。不对，这时间干什么用都没有。不是，咱们进来干嘛？笼子里还关师傅呢。救命啊！啊，给我爸。对呀，这个给师傅。我能不能留着？我先不用，不能，必须得留。那我给师傅了，我给师傅了。不是你给他俩干嘛？师傅，你没明白？现在是你给师傅，师傅不演，师傅打分儿。打分重要，演出重要啊。我自己调往回调十分钟。您是给自己用的话，那您是多增加十分钟。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你等会儿。您是有毒没毒吗？哦，这是毒药啊！那这咱们太笑，我这师傅对了，对了，哎呀，不是哦，是这么回事儿啊！这是哦，哎呀，这还要给我吃的，你看看，要不一下让我拦住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好，我以为。那么大家既然已经做出选择，你们就解锁了这个环节的游戏规则，其实就是我们要尊老爱幼，所以那么这时候肯定是说尊老。啊，不能太自私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们这个游戏，我们就傻人有傻福，是吧？对，哎，对啊。
具体什么意思你们懂背后真正的含义吗？背后的含义有人比你们更懂，你们要去找到他。又来人了，门口来姐了，咱家。哎，你们玩这个游戏吗？不是，轮你玩啥去了？连滚带爬。他怎么？哦，为什么？不是为啥呀？怎么玩啥游戏啊？爬一铃铛就陷，然后你碰着铃铛就打你。这挺好，这挺好。那咱哪儿也不去。这挺好。峰哥，咱去哪儿啊？找师傅去。打二十下。妈呀，怎么还打二十下啊？打谁二十下啊？谁呀、啊？先别说话。两下。真打呀！七、八、九，听听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、啊？咱们去了，咱心里边有个心里有点谱，对吧？请各位决定是把这个时间块用在自己身上，还是别人身上？想我。我觉着用在干爹和师傅身上，因为刚才我吃亏了，我给自己没洗减肥、哎、那咱们这会儿或许师傅他们就明白了，咱们要帮他们吗？帮他们吧。有哎呀，熟人啊，熟人。哎，我瞧瞧，我瞧瞧，小妹儿，小妹儿，瞧瞧是什么东西？这，您看不懂，不认字儿，你们都是我们这。给我弄俩牌儿，写的是什么？一个是不准带酒上台，那个呢？十大班规，嗯，在班私班。好、嗯，不准带酒上台，就冲这块牌子，孟鹤堂就得打你五块板子的屁股。你这是讽刺你欠大爷。自有班规以来，哪有带酒上台的？除了你欠大爷以外，万幸没有造成舞台事故，还没造成舞台事故，我折不过来了啊。这个看字面就看得出来啊、嗯，因为演员在台上，你要喝多的话，你从表现上、语言上，肯定你控制不了自己。是啊，请热心网友到网上搜一搜郭德纲、于谦酒醉版分河湾。我这么一说，他们不会在这儿出字幕的。所以说，这个是咱们十大班规之一。孟鹤堂有没有在台上喝过酒？我没有，只是带过喝酒的上台。但是你谦大那天喝酒上台，是我带，是你开车来的吧？对。你有没有从下午三点就提醒他晚上有演出？提醒了哈，就他干了一杯啊。对，行，这不是一杯啊，那是我折不过来您了。所以记住了啊，不光是那个说相声啊，干什么工作也是，你喝酒喝多了确实耽误啊。好，这记住了。张秋熙，什么叫再班私班？就是说的有点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意思。嘿，身在曹营心在汉，如果用瑞士的语言来翻译怎么说？你这说不会，没你看看你还学了一场相声，一直在德云社待着，你连瑞士语言都不会说，你凭什么会说瑞士话？不准再班私班。再班私班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名词了，好像只有传统艺术界才会有，其实用现在的语言来说，就是不安心本职工作，干什么都是踏踏实实下来，不是说必须捆你一辈子在这说相声，但是干一天就得好好干，啊，否则话就叫再班私班，这是过去不管是京剧啊，很多戏剧行业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情，也为同行们所不齿。你不要以为你在这儿，你喜欢咸菜场，咸菜场就爱看你了，咸菜场也会因为你在这儿的表现不欢迎你，记住了吗？再班四班是干这行的最大忌讳，说明你不安心本职工作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师傅。哎，所以你们两个人以后一个不要喝酒，一个不要想上咸菜场了。嗯，好，嗯，那你说一个咱们这儿带酒上台的典范吧。哟，这不好说呀，这个有。哎，大爷们，我这儿有一个十分钟的一个时间块。如果答对的话，送你十分钟，就可以把表调回来十分。哦，这再给一个五分钟的，十五分钟，这就看敢不敢说实话。他这说不出，说不出口啊？还加吗？快，看，再加一个两分钟的时间块，快点，一会儿不，你再等会儿，一会儿师傅就梭哈了。先退回一个两分钟的吧。我举报，我举报。你说吧。有，就一会儿都退回去了。这个。哎，我干爹呀，我干爹有过一次。你老家的那个干爹啊？不是，就是现在这干爹呀。现在有几个干爹？现在就这一个干爹。说出名字来。于谦，于老师。于老师怎么了？于老师啊，有一年啊，跟你演分河班的时候带酒上台了。哎呀，
这我看着喝的时候我都不能搬，我们都这个岁数了。哎，能。哦，那舞台上出事故了没有啊？啊，那都没有。哦，那就不是那天，不是那天，哎，非得有事故。出了点儿，但是不太。是谁力挽狂澜了呢？跟着您呢。哦，你。行，你大爷不是故意的喝酒上台，是给你们就，当时他们灌我。哎，那也是喝多了。是给你们做一个反面典型，是提醒你们以后这样就错了。嗯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九七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好，这十七分钟就奖励给你们两个人了。哦，好不好？哦，哎，谢谢。怎么处理、怎么使用，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了。拿着啊，好孩子。我把这时间呢，我看看啊，我给于老师吧。哦，好不好？我们哥俩是一块儿，我们是一回事。哦，一回事。那就给您二位，嗯，好不好？好孩子，我们也给您。你别都给我们，你们怎么办呢？啊，救命啊！嗯，给师傅，我们不重要，不重要。我们也不着急。对，我们俩现在是聋子磕的啊。嗯，不重要。救命啊！心急如焚呐啊！哎，给师傅吧。别，还呀，孩子，你别给我们没用，你们还给师傅跟干爹借。加上十七分，哎呀，你们还很年轻，我们不重要啊，十七分钟是吧？啊，赶紧调回来。算什么？这不着急啊。嗯，怎么还不走啊？啊，走了，师傅。哎呀，这孩子，干爹您多保重。得嘞，我们调了啊，表，多合适，你们留着用吧，孩子。哎，您别假客气了，是吧？哎、孩子，你们用吧，给你们这十七分钟。哎呀，这个你多好啊，合适。哎，这就是我收徒弟赚来的。我看灯笼游戏还谁在？这玩什么呀？十大班规，精英中的精英才有机会玩。你赢了吗？我来。嘿，你还有夹个的？因为刚才那个环节你们不太了解。啊，你的表都调没了，你离我远一点。我们现在又重新集齐了四位，那我们继续挑战这个找班规的游戏。新来的两位各自挑选一个房间，我们先挑是吗？啊，你们先挑吧，因为房间重置了，挑哪个房间都是一样的。那我还我刚才那个，好，我挑这个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他是这个，伦哥来哪个？我这个。那好，我还我那个。咱还是他那个，那来吧，那行吧，那行了，我们各自回到各自的房间就可以了。哎，你来干嘛呀？刚刚是什么局势？你给我讲讲，给我讲讲。就是我，大家都要听我的铜锣声，是吧？哎，以我的铜锣声作为决定。拿着。打我！你跑这报仇来了？没有，我等他们呢。我看看他们这个怎么玩。来个人，带出去。什么玩？什么？我得看会儿。啊，看会儿。铜锣响起，你们就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了，是留守还是串门？请对着摄像大机说出来。我去郭麒麟家串门。我留守。我要去烧那屋串门，因为刚才我们俩商量好了，串门他肯定不在家。留守不能出门口，那我不留守。哟，哥给武德摆街坊，我来一天来吊凳，我先来一个。完了，他这屋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搁不了太多灯笼。哟，你出来干嘛呀？我留守了。留守你就回家待着。留守不可以出门口，不然就要受到惩罚。哎，这不懂规矩。把手伸出来。哎，狂齿之徒，狂齿对，失狂徒齿。哎，我这误场也没。你是从我那屋拿的吧？对，我回来了，是不是你得把这摁下呀？什么呀？别没听说过，给我困家了啊！我来哪个呀？那你这奶是你带来的呀？这我吃我带来的呀？您屋你就仨呀？感觉啊？这不拿走你那屋还搁一个了吗？我把这再带走。这是我刚拿的，是你刚拿，但我这没用。不是，那不行，那你得撂下哪个，你拿哪个。我刚从你屋拿，你又给我拿回去了，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咱们打时间差嘛，打时间差呀，你就那就都没用啊！你要再不回屋，他们可就都拿走了。哦，得，不是你不拿走了？那我拿嘛，那我再拿回去，那我再拿回去，我看你也没什么用。
那我这都屋里就俩灯笼啊，凑不成四数都不对呀、啊。如果你选择留守，他们拿着灯笼过来，就要把他们的灯笼留给你，你就不用去了。那我只能留守了，我没有别的选择了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因为你本身只有两个。就这，那就坐着歇会儿。那可不是吗？啊，面，哎，你看。我把这带走，我一看他屋没有什么想要的，我就拿回来了。这行了，欺师灭祖，师灭。打，我那不是我那地壶呢？Oh my god！ 我不像话呀！完了，什么倒霉游戏这都是。场工兄弟，帮我收拾一下吧，我这不行了，我这什么呀？我这。哇，没了吗？看来真的这。回合结束，有没有出来挂灯笼的？太好了，回合结束，我现在就可以出来了。不可以啊，不可以。第二回合重新开始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重新开始选择是留守还是串门。我不留守了，我走了。一次可以拿一个是吧？我找张小伦去，我跟张小伦一组的。张伦啊，你这里屋有几个呀？好几个呢。都有什么呀？我这有个吃相。吃相是吗？吃垮相。哎，您等一会儿吧。怎么了？我在家呢。我在家呢。我在家呢，他我进来说不在家呀。你，我出去磕了磕了烟袋，我就回来。那得把我那留下了吧？我没动你的，我就看一眼您屋有什么，我什么都没动，哥给。那，你是留守的不是？是啊，你不许出去。手伸出来，他就会打我一下。但是给我大连妹出来了吗？哎，嘿，哥给，你看可不是吗？哎呀，您是选择留守的吗？我选择了留守。那你为什么要出去？手伸出来。留守。哎呦，你等着小尚啊，我记住了。不、那您是留守，为什么您也要出来呢？我出来看看，我怕他们俩想我。啊，你还真使劲砸呀！刨物墩，刨。哇，你把好多这个动词都给搭在我这屋了，我没一个成句的，我这屋里边全是动词，物、马、蹲、刨，全是他们该有的这个动词。当时得等着了，对，四个人才能玩的游戏呢，你们现在人有点多，四个人啊，对，你们人有点多了，你们先去别的地儿等等吧。你们那儿几个人啊，周老师？我们是三个人，那个四哥去拿他的表了，你是不是落单了？对。你们是干嘛的呀？我们这儿溜达溜达。好了，各自回到各自的房间，这个回合结束了。有没有出来挂灯笼的？没有，那我们游戏就要继续了。是留守还是串门？我留守。我得出门了，我也出门，这回我也出门，我上小栾那屋，好不好？蹲。我出门，大鸡。我去栾平那屋。管了，我行，那我你是哪边的呀？你是留守的还是什么的呀？我上你那屋，你上我这屋，咱俩才能换。那你别把那个我拿走、啊。你要哪个？我就想要这空的。啊，这太我那意思就是上你那，来我给你。哎哎，让我们逮满眼吧，回来了。那咱都搁那吧，搁那吧都。您走好，二位，这是谁的房间？这是我房间。那你的灯笼带不走了。不是。人家在家呢，你不能这样。我没有这样啊，哥，你得把那给。人在家呢，在家，来，请您出去。给，不可以，规矩，昨天还不可以了。啊，规矩不可以破坏。
我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哎，怎么了？好不好玩？好不好玩？不，有把仨都拿走的吗？你给我撂下，怎么了？您怎么一次拿人三个灯笼啊？这得抽三把。我刚没主，屋里没主。还有什么呀？把手伸出来。屋里没主人了。哎，你是不是重新出去了一次？我们拍到了，你把灯笼还我。啊，给你吧。OK。啊，你说有这样的吧？真是这德云社演员，这都什么素质？这都是。啊？不是，这给谁呀、啊？这个你？我不知道给谁，我就这是王大爷。不是栾大爷啊，栾大，你不给我了吗？给了，不是这是人偷的，我给追回来。那不是，他刚才也出门了。你问那个摄影大机，你先撂这儿，不是不可以出去，交换的就不可以再来回跑了。哎，容易吗？太好了，我先抱着吧，这都我自己先挂上了，我跟谁也不闹了，我也。此回合结束，有没有拼上的？啊，有没有拼上？哎，你看看， yeah, yeah, yeah. 哎，第十条班规，打架斗殴，来吧，恭喜恭喜，谢谢，恭喜。好，朋友们，我们可以出来了。来来来，您几位先坐后面。什么意思了？由于我们集齐了三条班规，开启了一个新的游戏，查室。你们可以前往，也可以继续留在这里挑战。我觉得我想走了，我不太适合这个游戏。你没有集齐，暂时还走不了。哦、我不玩了不行吗？可以，什么玩意儿可以，就那么随便。您突然语气重了一些，我还怂了。我不玩行不行？行啊，叔。那不就完了？没问题。对，我也没犯规矩，没犯。我可以不玩吗？来，恭喜少爷，谢谢，获得了不准打架的哦。放心，这不用劝少爷，少爷从来不干这事。还有时间块。啊，那我们面对镜头，这个时间块是自己使呢？那必然不能自己使、啊，还是给别人呢？这个优秀的时间块，我打算把它。好，交给谁？交给刚才使用过时间块的孟鹤堂。哎呦，谢谢少爷，谢谢。那有请工作人员调一下吗？走了，我们就玩茶室去了。走。哎，不是，我们上外边自己调去，你们工作人员给调，好不好？那行，你们四个接着玩呗。嗯。行，开始。你先选一下屋是吧？我就这屋了。我选这屋。我来这儿。一共就四个屋吧？一个就四个屋。我跟你说嘛，我去栾哥屋。留守，去栾哥的房间吧。那我现在决定，我出去了。乐雅怎么着了？好，现在是这样，现在咱得捋这紫的，这紫的就差一绺了。啊？这紫的就差这一绺了，咱就挑紫色、啊、你们那屋有紫色没有？我不认色，我那屋啥色？走。哎，这是紫色吗？这是蓝的。是蓝的呀，这是谁的屋？哎，这是谁的屋？这是他的屋。哦，您进来了。我没拿灯笼。这是他的屋。哦，您进来了。没拿灯笼，您怎么出来的呢？没拿，必须得拿灯笼出来吗？那您触犯了规则，就是啊。然后呢？打您。那打吧。那请您回去。回去。张鹤伦为什么拿两个灯笼？触犯规则。啊，打我一下吧，来打我！不是你干嘛去？哎，没事，我说我选择去他的屋，对吧？那你去吧。他当时说是出去吗？所以说我选择说来这屋吗？没有，这是谁的房间？我房间。把灯笼留下，出去。他刚才说房间主人在。他刚才说出去了。规则就是这样。他刚回来的。房间主人在，请您出去。请您出去。一个揍了一个的。行了，这功夫 OK， 好了。回合结束，有没有出来挂灯笼的？我挂，是欺师灭祖。对，第一条。谢谢给。
好了，我们游戏继续了。去栏杆屋，出门，出门。栏杆，哎，栏杆。哎，哎，这是谁的房间？我房间。把灯给我留下，留留留。把灯给我留下。这人房间主人在呢，您还往里走？我进去的时候、啊，规则就是这个规则。对，我们已经玩，我们已经弟弟们玩好几回了，就是这规则。人就贼着您呢。好，哎，这么干呀、啊？是的。啊，这玩意儿这么玩啊？是串门是吧？啊啊，串门的不行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这是谁的房间？是我房间。啊，把灯笼留下，出去。人房间主人在呢，还往里走？这你说的。好。好啦，好啦，各自回到各自的房间。有没有出来挂灯笼的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是挂。没有，那我们继续了。选择是留守还是串门？去周老师屋。串门。串门。都不出来哈。来，请，请，我请。没有灯笼了，只有俩橙子。留守呢？没有啊，串门去呀。啊？进来吗？不，整的我都不敢出门了，你们。等会儿，为什么拿两个灯笼啊？我拿过去一个灯笼啊，我自己拿的一个灯笼，你不得拿着灯笼出门吗？不是，拿一个就要放到屋里一个，再拿一个，每次只能拿一个灯笼，就换置换是吗？置换可以偷了我一个。王哥啊，你那有空吗？你看我就够空的吧？不是，你这有什么呀？瓦像，我先给你来吃，对吧？对啊，这个挂上就行。对啊，谢谢。哎，你看你这门有没有凑上的？这儿呢，凑上了。好，吃空瓦像。好，那我们这还需要再一个才能解锁新的游戏，我们游戏继续。串门，串门。饼哥太坏了，我没有想到他能藏到上面一个。他们一直在找这个雾，就现在就是这个什么，这个他不出来，咱能不能进不去啊？老秦那儿好像有，我留守，原来留守。哎，这么厉害，我在你那屋都没找着啊。你那屋肯定有这个刨吧？没有啊，没，这没有。我上门哦，快来吧小宝贝儿。那就是送给他了是吧？谁说的，我留守。哎，好了，怎么样？好漂亮。回合结束，有没有出来挂灯笼的？大红灯笼高高挂，物场蹲功。那好了，各位都出来吧。出来了。哎，我们要解锁粮仓，需要去的可以去了。哎，我是这样，我作为我四个人，我是大哥，我这样，我们打算把所有灯笼都挂齐。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咱周子良，咱们一块儿都挂齐，都挂齐。但是那这回也得跟我们颁奖啊。出来先把奖颁一下。哎、对，不是你们是没拿那个字儿吗？肯定是在您那屋呢。什么字儿啊？袍。没有。灭祖。真没有。不准。我那屋没有灯了。我们找好几遍，是您的。你那屋藏哪了？我找半天没找着。是灭祖，是我的。是您的。
然后还有时间块，少东西 啊，少字儿啊，不少字儿，一定会在房间内的。他有的人他会藏得很深，不准误场蹲宫，然后这是时间块，不准吃过马相，这是时间块，然后是这样，时间块发给大家，现在就要用掉。我们这一趴最主要就是尊师重道，现在你就做出是自己用还是给别人就可以了。我把这给师傅，给我师傅加上了，然后这块给您了。做出你的决定就可以了。好，给师傅。那不人人减去十分钟。哦，就是给郭老师的全是减。你别给我总结了，怎么着？我，你帮我做一决定好不好？你要是我帮你做决定，那就给张亚伦吧。哦，我确定，他让我决定的。好，张亚伦时间加十分钟。好，有请工作人员调一下。我不想要，我自己做决定。来来来来，我自己做决定。已经决定了，那咱们就继续玩。游戏正式开始，那就咱这样，重新挑一下。一人在屋等，剩下人都把所有的都给一人。行，周奖你在屋等吧，加多少都是你点了。行，好不好？行，那随便挑吧。那开始吧，来吧，咱就短平快了，咱就赶紧的吧，来吧。好了，那开始铜锣敲响，是留守还是串门？我串门。这要一个个的拿去，他就得打。没有重置啊？那是没有，啥玩意儿没有？那是我，哎呀。啥玩意儿啊？哎，没有啊。这个打不开啊。我这屋没有灯笼啊。给我量。不是，咱就甭管哪咱都给它拼上就完了。狂妄无耻！您这给的太多了。这不，咱先你先拼上一个吗？你要是吧？谁破坏规则了？嗯？谁破坏规则了？那您受累吧。哎，考官，哎，一个灯笼没有啊？这怎么玩啊？那有这种可能啊？你可以去别的房间。我这也啥也没有，我这也啥也没有。他们之前玩过的没有藏的吧？他们有人会藏，大家藏外边了吧？对吧？我这屋算检查完了吧？没有了，没有啊，真没有啊，哪儿他们藏哪儿了？烧们走过的屋啊，是绝对是哪儿都没有。真不吧？嗯，不能在食盒里吧？不，没有。哎，这个周继良已经凑齐一个了啊。好了，这个回合就算结束了。有没有出来挂灯笼的啊？狂妄无耻，第二条。好了，我们恭喜周九良获得了一块，哎，谢谢。那您现在就要做出选择啊，给师傅时间块啊，给郭老师，给师傅。郭老师的时间减十分钟。那这个班规背后真正的含义，需要找懂他的人去解一下。我，你们可能还会有意外的收获。哎，我这是七十。您是这个，走，得了，再见吧，各位。拜拜了。你们那个屋真没有那个灯笼吗？没有，我们都留着电帮你了，我们还能骗你吗？那肯定就是谁给拿走了。已经成功了，成功了，现在已经成功了。哎呦，你们又拿来了？对，我看看，您成功也有我们的一半，拿着。对。当时我们仨给您加的，张罗是自己加的。太好了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把这给他解释一下，再走，并不着急啊。打开，小栾的这个写的是不准欺师灭祖。这个在刚才跟郭麒麟已经聊到这一点了啊。这个不管是咱们这行业还是哪个行业，其实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啊。不准欺师灭祖，其实说的就是心要正啊，尊重我们的前辈，尊重这个行业啊。不准狂妄无耻，
这个呢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就是普通的相声艺人，我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，所以不管是对同仁还是对这个观众还是对所有的人，都要保持一颗平常的心，不要狂妄，那样会无耻的啊。不准吃空瓦相，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行业内部用语啊。其实特别简单，就是什么呢，比如说啊，我们有些个同仁，我们拿人家观众啊，这个就觉得有便宜可挣啊，老憋着这个吃人家瓦人家，让人家给自己花钱，给人家开道，如何如何，这个是最不应该的了啊。别处咱们也管不了，你们记住了，吃空瓦相就等于是无耻啊。这个不准误场蹲功啊，又想起来了，这跟那个不准酒醉上台是一样的。不一样啊，不一样，不太一样啊。这带酒上台是两码事。于谦老师喝多了，这出字幕吧，出字幕，他们不会，他们会在这儿出一字幕的啊。误场蹲功，这是说相声的忌讳了啊。你不光是咱们吧，唱戏也好，演出也好，沾这个行业都是有这个忌讳的。你误了场了，蹲了功了，对整个的观众来说，这是一个不尊重，整场演出会毁在你一个人的手里边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忌讳啊。班规嘛，它就是一个戏班啊，一个后台的规矩。有的人说我不愿意遵守，这个呢咱也别抬杠啊。规矩呢是给人定的，当然你要觉得这里边你不愿意的话，那是您自己问题。但是班规会永远存在，不会因为你不遵守它就没有了的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世界如此，咱们这行更是如此啊。得了，辛苦了少爷们，救命啊。哎嘞，可以出去了、啊、可以出去了啊。我播的十二，这是不是我们就穿越回来？对，可以到这儿。好，太好了。两位老师，现在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了。不去。我们现在是龙字科的，我们俩。咱们走啊，师哥，咱们走。哎，开喽。还有一个班规还没挂全。那就剩四个灯笼，那还用找吗？那个。就还没找到，不知道被谁藏走了。我们还到现在没找到，导演组都没找到。兵哥，我猜这事不能是我，绝对是你干的。你们不能诬陷我，一弄坏什么道具游戏就是我弄丢的，绝对。那袍子在哪儿？袍子我就没瞧见过。袍子我瞧见了，一会儿我去瞅行不行？可以有人找出来啊，如果有人，也可以有人自首。我就差上房了。我不是自首，我有印象在哪儿，但是我不知道我去现在还在不在。你怎么还跟这儿呢？我在等你啊，您自己来完成啊。太简单，我知道袍在哪儿，袍就在我屋呢。哎，他们搁哪儿了？他们说袍没了，一会儿又给藏起来了。哦，都找起来，都找出来了，都得找出来呀。我等会儿是已经开始了吗？不是，哦。你干嘛来了？我来搜集这个呀。还真是周九良来了，这不是袍吗？就跟我屋那袍齐了。呀，这个在哪儿找着呢？这个就在我屋呢，他藏的，孟唐藏的袍活阴人，咱们给挂上啊，准是他藏的就可以了，是吧？还差两个没有，剩下的你们来挂吧。那个没，那个、不剩下你们来挂。那恭喜了，恭喜获得了这个袍活阴人。好啊，这是时间块。那您拿到这个时间块以后，现在的规则要变了。怎么变呢？您可以送给别人，也可以留给自己。不用现在马上用，您也可以随时用。就是因为我师傅走了之后，规则改变成这样。改变成这样，现在我先留一会儿，可以留着是吧？我留一会儿。那您慢走。再见。哎，我得蹲场刨活是吧？我这。